秀一把卡尔呀。Go go， 应该是这里，应该是这里，应该是这里，这里这里。好了好了。不是，为什么你们能打我打不了呀？我操！打啥？这个。你是 AD 板 A 到的吗？不是，我是直接点 A 到的。我点不到呀。不是只有我能点到吗？对啊。啊，别点了，别点了，你妈逼点死了你。不升级的呀。拿看会不会出什么好东西吧？拿一起了，他们都。送你点三分肉。哎，一下刷怪了，兄弟。站着，站着，站着。期待给剑圣短棍走走，我们去下个地方，我们去下个地方走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往哪边走都可以，无所谓，走走，没有视野。麻痹，怎么还有钢背兽？看人啊，我差眼了，在视野底下打。可以买装备了，啊！叽叽叽叽，奶肉，走走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继续。哦，左边有人，左边有人，听到声音了。这模式好像引刀挺厉害的，没错，但是买点针眼带着，我就买两个针眼，可能有赏金吧，赏金会偷人的，我觉得。白虎的这个队在跑在我们旁边，白虎队在我们左边，有人射白虎一箭射过来的，这血量是他们打的，把他们打了，把他们打了，打了就找他们，他们就在左边，射王他们，胖不射箭了，胖不射，啊，你别跑，别跑，操他妈的，等一下。我操！不对啊，他们九级啊，不该找他呀，他们等级咋这么高？屠夫的头呗，我知道了，没看，傻逼、啊！你们在画了，操你妈！傻屌了吗？哎，猪头，我知道了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那你要不要嘛？
有本事别开！哎，我不开，我不开！别开，别开，别不开！你他妈的这狗东西！对，你真真他妈菜，你也太菜了！可以，你别天地牌了，我这全挂通的网通一挂，天路什么的，把你吹吹吹吹啥去啊？我你知道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叫智商压制！牛啊！南边被打了，你去啊，要被爆了。没事没事，不会爆，蓝没了才会爆。你这啊，不是你说消失？打怪啊！开枪！你在干嘛？啊？喂？啊！没！来了！枪都不开？耶！这两个我都拿了吧。对。啊！我以前一直觉得巨毒是傻逼英雄，后来我的妈看人家高分局他妈打了个巨毒，真鸡巴屌！那个蛇棒趴起来根本清不掉，我操！我发现斧王把那个剧毒摁在地上打，不是剧毒把斧王摁在地上打，剧毒就是打斧王的呀。剧毒打法系打物理都很厉害，这不会是机关房吧？角落开始清过去了。走吧。Yes。下面。给一相位，相位拿一下。给一头盔，你们也拿了吧。要不要？不要，我稍微给他吧，他有用。爆炸的。哦，待会儿。哦。啊，你看，欢心，欢心是两把。虚无宝石有人要不？哎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小心！老，你干他了吗？他们六级。我们八级了，我们不进血吧？我有封点，不然他们包我们了。干他们！他们跑了，我们不要去找他们吧，我们抓我们的。你就后面插个棒子就行。啊，有飞。这个太能爆小狗了！我操，小狗打死300块，太绝了！来啊！又是300块。真的打死真的有300块。往里面走吧，下面也有人的，往里面走，把这个开了。哎，来。嗯。这个瓶子就是等于赏金的隐身吧？没，不光隐身，跑的还他妈贼鸡巴快，我跟你讲。来一下。后面插个棒子，我有棒子，有的。别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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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炸弹，炸弹你了。这边还有，又一个。记得往下清吧，先不要进里面。其实我们也可以进到里面去。以太给我吧，先将以太送给我。往里面走，往里面。啊、右下角碰碰射箭，他们在右边。管了，这个拉一起直接 A 了吧。这里有伤的。又有一个银牌，卖了吧。在杀毒圈了，往里面走。啊，这边，这边，这不是陷阱吗？别死人了！是那个鸡吗？不是，有人死了，得装备。哎，不是，他们应该是打这个小怪灭团的吧？哈，这有点过分。对了，快开箱子，开箱子！我操！正面杀两把分身，我操！啊，那哎，这金像是人吃的吗？你看到吗？哇！往里面走。没看到哪里有里面。左边有人，干他们！左边有人。哎，露娜。等露娜，等露娜，我别去。当然了，你比拉米克，我们16级啊，他还土技能。我道具全开了，你死不了。两波团，波这波先灭，然后往回退一下。拉米克啊，吼我了，能不能救我一下？先退了。我这个雷还可以吧，我这个雷兄弟有贼，我他妈放了个雷，我操！商店啊，有没有商店？有没有商店？哇，好肥啊！后面有太黑了，没商店。右边有，看上面有没有？上面好像没有，右边。跑图吧，图还有一点时间，没事别急，赶紧卖装备，五皮了兄弟。起飞！卖装备。我不想起啊。这边有人，离我们有点距离，挺远的。我操！兄弟们，发财！这波扫完就去杀人了，发财了，就一队了，就泡沫那一队了，没干他吧？他们在打那个铁门，我们不绕他们屁股啊，我们摸他们屁股去了。我走的，我没鞋，我走的很慢，我浑身是肉装，好吧？对干对，看到没？看一下他们等级，他们随机。我们走这边，他们死了。呀，等我呀！等你妈个逼，直接打起来！还想跑？他们也太弱了吧！我靠！没有职业队吗？肯定没有，职业队都没有。还有个我标记过的，我操！看了一下，有个他妈的红的，我标记过的啥的。那个孽主太弱了，跑不动路。啊，不是。只要是那波团太他妈屌了，那波团我操！我感觉剧毒比兽王屌，兽王他妈的好废啊！